这个是借位，不是真吻。工作内容我无权干涉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需要知道你们具体排练的内容和设计的场景，好提前做安防工作。也行，我正好也熟悉熟悉台本，到时候好跟张老师搭戏。我跟你啊，教室业内，张景川、许西西，他从身后抱住他，温热的气息似有若无地拂过他白皙的后颈，他轻轻地转过身，男主把女主拉到身边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便已吻住了唇，两个人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忘我地拥吻着。怎么样，你有什么工作需要做的吗？找相关部门举报，剧情有伤风化。陆谨言，你这样会让我觉得你在吃醋。没有，找你对剧本。是这样对戏吗？那你还要继续吗？那就不需要外人了吧。张老师，哎，我不太舒服，先休息了。啊，没事，那就早点休息吧。哎，对了，要是还是不舒服的话，记得发信息给我。好的，谢谢。是你从不迟迟一守护。十分外说明的孤寂，无关身份。明天几点搬出吧？我几点能叫你起床？就算需要你往前行，一次白浪迎白裙，深藏。